十多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他竟是罗一宁。愿祖母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。给老夫人请安。你有什么资格给老夫人住手？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这孩子心里好像藏着些什么。老师与我如同再生父母，我定要替他讨回公道。七姑娘好不容易回来，也算是骨肉团圆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啊。我们罗家世代簪缨，怡宁又是嫡女，怎么可能给别人当妾？这也太羞辱人了。七姑娘，咱们找了这么些年，现在她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要小心为上。站！你这简直要害他！他要是有任何的差池，我把我的命赔上。父亲，谁是你父亲？罗府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要什么面子啊？这罗府妖魔鬼怪确实不少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应该立立新规矩。无论前路如何艰险，我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倘若你总是这般不计后果，迟早会吃大亏。快躲开！今生今世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快走！七姑娘，你怎会谈此举？你到底是谁？罗依宁，他死了。七姑娘，不是七姑娘。想干什么，罗世远？让开！我没有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学生。那就是在自寻死路。罗府护不住你，我可以放开！我绝不允许你动他一分一毫。